不见怀才尽，试探两颗少年心。虽路途多舛，彼此在此咫尺天地近。对弈难互察，黑白之争难定下。长日琴弦抚琴，听此曲，谁佳人如画？何必独上窗前花？依然自得又一下，盼从今长相守，共赏一帘风雅。那日烟雨蒙蒙，彩袖轻捧雨中，闲来煮酒对弈举头。谁料窗外风动，扰我一卷清梦。锦绣孤影长清空，花影压窗几重，夜随云凉碧空，碧了一层重重风。只是泪眼朦胧，月下听君私语，从此不必分离。希望陛下早日立后，诞下皇子。哀家认为，清怡县主出身王公，德才兼备，实为皇后不二之人选。今日哀家就封清怡县主入主中宫，立为皇后。宣清怡县主进殿受封。祝陛下皇后凤凰于飞，百年之好，福泽延绵。陛下万岁万万岁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。公子，我跟你一块去。
我们要让曹太后相信我们是偶然得知这个消息的，就只能我一个人去。待会儿你安排几个人去找排云殿。太后从德惠殿出门，唯一的方式就是穿过排云殿，从后山下去离开万寿山。好，我现在安排人去排云殿。这个入口应该就是江律守的那个。前几日不是说将江南郡主册封为皇后吗？怎么今日就变成了简王的外孙女？虽然陛下和江南郡主两情相悦，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简王是太后的人，陛下不敢不听太后的。册封皇后那时候啊，你们看陛下的脸。不提了。简王到。啊，简王，简王，简王。哎呀，恭喜简王，贺喜简王啊！如今清漪县主贵为皇后，和皇室可算是亲上加亲了。这都是太后娘娘的意思。这个太后娘娘啊，非常喜欢我的外孙女，这不，一入宫就常伴左右了。这，不知道李谦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。说是特意用金丝羽线绣上龙图腾，陛下的朝服都还没有用到这些羽线呢。杂耍都开始了吗？宫宴后便已经开始了，那些大臣和命妇们都已经在看了。连珠社有几出特意为娘娘祝寿编排的节目，还要请太后娘娘过去之后才好表演。嗯，很好。太后娘娘，李侍卫私自从后殿闯了进来，说是有要紧的事向您禀告。什么李侍卫？就是您先前提拔的并州总管之子李谦。他叫他进来。是。
陛下什么时候敢当众与太后娘娘作对呀？太后娘娘迟迟没有出现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？静观其变吧。想来曹太后已经被赵毅围困了。郡主，别跟着我。郡主，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走。郡主，刚才看见你慌忙离席，你是要去哪儿吗？你先带我出去。好，那你跟着我。看来哀家的皇儿真的长大了，母后欢喜得很。一眨眼，你都这么大了。你可是哀家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。哀家这么多年治理穆安国，殚精竭虑，还不都是为了辅佐陛下吗？近日陛下要哀家还政，哀家打从心里为我穆安欣慰，但哀家好奇陛下对穆安国可了解几分？穆安国有几府有几州，陛下可知？穆安国共有19府240州，府治承袭前朝，但是每个州除了有前朝的知州以外，还设有通府一职，目的就是为了制约知州。州下面还有县，但是知县同样也由朝廷管辖，凡天下之令，凡天下之事，皆由天子意，朝廷出。母后，儿臣说的对不对？看来哀家过去是小瞧了陛下了，未曾想陛下早有谋划。母后，儿臣身为天子，自当承天意，尽皇帝应尽之责。请太后娘娘交出玉玺。母后，请您相信儿臣，一定能够治理好穆安国上下。这个人若是没有记错，应该是秉州总管的儿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陛下，郑国公，我们是不是成事了？是的，只要太后娘娘她交出玉玺。方林，这一定是外祖母的车队。看来一儿
真的长大了。母后，依儿，你怎么不高兴了？来，你告诉母后怎么了。母后，父皇来学堂旁听，儿臣答不上吃饱的问题，不如其他王孙贵胄聪慧，惹父皇不悦了。依儿，你可知道龙的变化？龙可大可小，能生能隐，所谓的真龙就要韬光养晦，以图来日。我的依儿，你可愿意当真龙？嗯，依儿懂了。真的好乖呀。韬光养晦，厚积薄发，依儿，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母亲的教诲，对吧？我的依儿，你长大了。不过是拿个玉玺，太后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简王。太后娘娘，这就是你对哀家的忠心。母后，您怎么能这么说皇叔祖呢？我记得您以前说过，如果没有皇叔祖的话，就没有我们母子的今天。您今天这样子说，岂不是让皇叔祖寒心吗？启禀太后，皇上已经长大了，并且将要娶新儿为后，是时候该还政了。只要你愿意退居内宫，朕绝对会像以前一样敬重您，孝顺您。依儿，母后只希望你真的能当一个明君好皇帝。母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依儿，事到如今，母后虽然大势已去，但也没什么牵挂了，只希望你当一个好皇帝，母后成全你。母后，太后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易如，陛下，有人想对咱们的孩子下手。好在是太皇太后保住了咱们的孩子。太皇太后，皇帝，他怀的这孩子，
可真是你的吗？是真的。天意，看来这孩子命不该绝。哀家今日，不管你们上演的是哪一出，这孩子是皇家的，哀家必定保护好他，任谁都休想动他。若这孩子在本宫手里的话，启禀母后，既然是义儿的骨血，皇家的血脉，儿臣定当护他周全。宝宁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听朕解释。陛下既然已经有了子嗣，也立了韩通心为后，身边哪还容得下我江宝宁啊？要不是外祖母带着方逸如来万寿山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。外祖母，我先回青山堂了。宝宁。宝宁，宝宁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，宝宁，陛下，奴婢肚子疼，怕是动了胎气，快快，锦州韩医正，赶紧去太医局叫产婆，使劲儿，快了，他扶住他了啊，使劲儿，把锦州拿过来，少主砍个头来，使劲儿啊，使劲儿。生了，生了！恭喜太后娘娘，是小皇子还是小公主？是个皇子。恭喜太后娘娘！生了，生了！恭喜陛下，恭喜太皇太后，生了位小皇子。恭喜太皇太后！恭喜陛下。好，这是我们皇家第一位皇子，虽是庶长子，哀家也仍是欢喜得很呐。快快把小皇子抱来，让哀家看看。好，是朕这就去帮皇祖母把小皇子给抱过来。皇帝别着急啊，皇帝不用那么着急，小皇子是早产儿，身子还尚需好好调理，万一现在抱出来吹了风，那可怎么好呢？拜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坐吧。谢母后。母后，母后，虽说哀家已经还政于皇上，但这后宫之事，不知是否还是儿臣能做主的？自然，后宫之事，仍由太后做主。谢母后。皇上啊，这宫女的孩子，若是没有哀家点头，尚玉蝶名不正言不顺。母后，这是何意啊？这孩子要上玉蝶可以，但往后必须要随哀家住在万寿山。不如回慈宁宫啊。
这件事到底还是让迦南郡主做成了。这个长在深宫的郡主，胸怀谋略，倒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你即刻启程，将随我们来都城的李家军派来万寿山。可是公子，跟随我们来都城的李家军本来就不多，不过百十来人，如何守得住万寿山？你将人马派来之后，悉数安排在太后寝殿附近看守着，我自会飞鸽传书给我父亲，让他从秉州多派些人手过来。是。公子在里面。啊啊！秦孝，老李，曹太后和陛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多人来贺寿，一大早都离开了。都离开了。最先走的是陛下，带走了镇国公和简王，随后是太皇太后和迦南郡主。郡主，还有那些朝廷命官。以后我要守在这万寿山，怕是再没机会见到你了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想那么入神？秦孝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，过来。多亏你发现了方逸如的事，让哀家保住了皇室的血脉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宋贤义把陛下给方逸如的情书都给我看了，上面还有他私印呢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太后寿宴在即，这事不宜闹大，等寿宴一过，外祖母与你做主。别伤心，外祖母定给你找个更好的，找个真心实意待你的。啊，我不要别人，有外祖母就够了。再想一想，在这些相当的世家子弟中，有没有中医的？来来来，吃吃。没有。好，不着急，慢慢选。怎料都城一夜就变了天了。是啊，昨日太后寿宴还风光无限，怎么今日就要去万寿山颐养天年了？这事属实蹊跷啊。陛下今日迫不及待地召见群臣，看样子真的要亲政了。陛下，这都是今日上朝要用的。参见陛下。你一个皇后，你不在你的慈源殿里面待着，你来朕这儿做什么？今日是陛下第一日上朝，今日特来恭喜陛下亲政。青衣县主，请用茶。你说什么？是皇后娘娘请用茶，娘娘饶命，奴婢只是一时口误。口误？我看你是打心眼里不认本宫这个皇后吧。百合，给我狠狠地掌她的嘴。你敢？陛下，这个贱婢目无尊上。陛下，臣妾身为六宫之主，有义务调理宫女，还请陛下不要插手。好，你现在打人都打到朕的面前来了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哪里像一个皇后？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江宝宁，江宝宁，你就知道江宝宁！你给朕住口！我陛下，朝臣们都在殿前候着呢，今儿可不能怒气冲冲的。你既是太后，在众臣面前给朕封的皇后，
朕可以不废了你，但是你好好的在你的慈源殿里面待着，不要在朕的面前出现碍朕的眼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那些皇亲国戚得知是简王的外孙女成了皇后而不是郡主，这不都惦记上郡主了，都将自家世子的生辰名帖递了上来。咱们是该为宝宁好好的选选了，这选来选去，靖海侯世子赵孝不错，这靖海侯赵宽虽然在南明家大业大，但待人谦和，他先夫人过世，他至今未再续弦，家里连个妾室都没有，可见他对先夫人用情至深。这样的人交出的儿子，哼，肯定错不了。您说的是，想来在万寿山的时候，还是他陪着郡主来接的您。若他对郡主也有意，那郡主嫁入他家，以他家的性情，肯定不会委屈了宝宁。万灯节快到了，就说哀家要设宴，请几个小辈来热闹热闹，派人给赵孝发个请帖。是。大人。也是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既然他去万寿山守着曹太后，赵玉自然是不让他回来的。太皇太后的意了。嗯，我想将此墨赠于他人，不知太皇太后可否允准？既赠于你，便是你的了，何须哀家准许？既然郡主对此墨颇为青睐，
那微臣今日就借花献佛，将此墨赠于郡主。这块墨给他，便糟蹋了。凡赵孝之所有，皆违背宝宁妹妹糟蹋为荣。万寿山的事情已经过去有段日子了，可这投名状还在我手里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给他。宝宁，今日都城的万灯节肯定很热闹。哎呀，是啊，外祖母估计是觉得昭仪娶了韩同心为后，想让我出去散散心才让我去万灯节的嘛。郡主穿着轻便的官家女子的衣服更显得俏丽了。郡主，出宫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正好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镇国公世子，他托我把国公夫人做的点心带给你。阿绿哥哥来了，已经在去勤政殿的路上了。那你去帮我把他叫过来。是，郡主。郡主，镇国公世子到了。哦，我有话单独要跟阿绿哥哥说一下。宝宁，你找我可有什么事？自从离开万寿山之后，我一直没有见到你跟大伯父，如今陛下亲政了，江家一切可好？陛下亲政，咱们江家可是大功臣，现在就连都城的禁军都由江家统领了。那曹太后那边李家如何了？曹太后倒是安心待在万寿山了。哎，不过陛下恩准李谦今日回都城，将都城李府的物件和家奴都带到万寿山去了。李谦现在在都城？嗯。陈哥哥，嗯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万寿山吧。哎，万寿山乃宫中重地，岂是谁都能随便出入的，还是让魏叔送你回秉州吧。那好吧，那你去万寿山要小心点。嗯，你要是能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我这个当哥哥的也就放心了。快走吧。高姑娘，结果然热闹，怎么了？今天想着花着六出宫，今日出来了却闷闷不乐的。是没睡好吧？没事的，咱们去那边看看去。
湘君，湘君，你没事吧？小朋友，哥哥把你这些花全都买了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来吧，拿着你的花赶紧回家吧。大哥哥，你的花。哥哥只要你这一束就够了，其他的你送给别人吧。快回去吧。你好，送你花。这是什么颜色的？色。好，送你花。相守的风